老人院坍塌事件是您负责的，对此您做何解释？大家先别急，大家冷静一下，刘总马上会给大家做出正式的说明，不要着急。对于昨夜的事情，我代表明德以及本人对此次造成的不良社会影响，对大众表示最诚挚的歉意。本着公益的原则，明德是想在为那里独居的老人改善生活环境，提高生活质量，但是在修缮的是做到监管责任，同时没能及时发现敬老院原建筑存在的安全隐患，所以才导致此次惨剧的发生。在这里，我再次向敬老院的老人表示最深深的歉意，对不起。刘总，您是要把所有的责任都揽在自己身上吗？我是明德的总裁，明德的事情就是我的事情，而明德犯下的错误也是我这个当家长应当承担的责任。就此事，也是给明德还有我个人深深地敲响了一次警钟。这次给老人们带来的损失和伤害，明德将名下位于市中心的锦绣花园捐出，作为这次对他们的补偿，希望他们能够原谅我，同时也能原谅明德。还有今天，我要跟所有的媒体做出一个承诺，在明德未来开发的理想国项目当中，会有专门为老年群体开发的设施和建设，而这些设施的监管将全部做到公开、透明，接受大众的审查。谢谢大家。好了，来来来，尝尝我的手艺。这孩子也真是的，都出了那么大的事儿，也不告诉妈一声。你说你做慈善，妈不反对，那安全措施总要弄好吧？那么大一个天花板砸下来，万一把我儿子砸了呗？妈干嘛呀？妈活不活了？你看看，他着急哭了，没事儿，妈。我这不没事好好的吗？看，机灵的跟猴似的。再说了，我福大命大，那天我还把一掉下来，我嘟溜一下钻桌子底下去了。我告诉你，再给我十次，我都绝对不会有任何人。闭上你的臭嘴！还十次呢？你一次把我都吓得半死。不说了，不说了，赶紧吃饭。吃饭。我这不也是为了救人吗？哎呀，你说你们公司也是。就直接盖一栋新楼给那些老人不就行了？怎么还修那旧楼干什么？有几个老人家死活呢也舍不得街坊邻居，非要住在这儿。那你说咱们能让人家住危楼吗？再说了，这个慈善活动是你儿子我提议的，我总得有始有终吧？是吗？你提议的？那你看吧。我这儿子在外面做慈善，对那些老人这么好。听了真的高兴啊！来，妈给你加块红薯，奖励奖励。来，这个，最近呢，你引以为傲的儿子呢，可能会有那么一点小小的新闻。哟，还新闻呢？什么新闻？快说！猜，还让我猜？猜啊！升官了。那不稀罕，公司加薪了，不重要，这都不重要。找女朋友了？美女，猜对了。哎呦，还真的是啊！奖励个红烧肉，来，哎，张嘴啊啊啊！哎呦，这一大口，什么时候带回来让妈看看？妈
能上了，就这两天。哎呀，你知道吗？气质特别好，又又还特别好，个子可高了呢，穿衣还非常有品味，就是我的菜。最关键，我能感觉到他很孝顺。我想你能找多好的一个，那你太不了解我的眼光了。你儿子眼光多么独特呀，真的。你知道我们穿起来高跟鞋并不多高吗？要我们高个儿干嘛？又能去当模特？妈，你就别操心了，这儿媳妇儿绝对百分之百符合你的标准，吃饭。来。